腾的鸡。是是是，这个关卡只有一个赞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 family 的量。你一个人可以吃多少鸡？我们家三个人应该也吃不完一只。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吃，我可以吃完一整只烤鸡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。好，你吃得完？不会很大、啊欸。真的，下一个关卡你也坐下来好了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、哦、其实真的很好吃，不用加胡椒盐就好吃了。对，它好有味道哦。我想吃你们的那个鸡皮。皮真的好好吃、哦、皮好脆啊、哦！嗯，热腾腾刚这样烤出来，又有那个木头香。哇，你看那个鸡汁哦。但是其实看起来就是会流口水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好吃哦。嗯，油香油香的。而且他们这样子烤完之后啊，它那个鸡肉都不会很柴，是软嫩多汁，对，是不柴。因为刚刚连吃到那个鸡胸的位置，它都是 juicy 嫩哦。现在目前呢，我们小林哥已经把青菜给吃完了，很好。他是目前唯一一个把菜先吃掉，其他三棒选手的菜都还没有开始吃。哎呦，阿妹、阿妹不错哦，阿妹。其实泡芙也吃很快耶。他就叫默默把那些全都啃出来了耶，他连脚都啃很干净。到底谁可以获得这个关卡唯一的赞呢？哎，吃完还要答对呢，不五十秒。小林现在把那个鸡全部骨头那些要啃干净。哇，小林吃超快耶，小林快吃完了，好强哦。阿妹也是吃的非常干净，然后子君也吃的很干净。小林哥即将完食。哎呦！好，现在子君呢？现在是蛋白质跟蔬菜已经开始混着吃了。9分50秒，停，全部暂停。很快。给我们小林哥掌声鼓励一下。小林